弟兄姐妹早安，早安！邀请你站立起来，找两三位弟兄姐妹，对他说：“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。”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。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。哈利路亚！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：哈利路亚！因为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。继续来宣告，有一位真神，有一位真神。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。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属你，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。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上面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耶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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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唤啊，呼唤，呼唤啊，呼唤。耶稣，耶稣。将门关闭，
成为病人，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。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失恋和艰难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深处从感动变为起身，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，将软弱变为刚强，贫穷成为富足，瞎眼的看见，爱哭变为跳，山花都填满，崎岖成为平原，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。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失恋和艰难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。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失恋和艰难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。你的能力不比我战胜失恋和艰难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恩典深处，穷感动变为轻声。神的恩典，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。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。在恩典深处，穷感动。一起来宣告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要浇灌下来，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要有信心的来唱，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恩典深处，穷感动变为轻声，要浇灌下来了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哦主啊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的事。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。就的是将掌声归给这位荣耀的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谢谢你的连续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谢谢你拯救我们，谢谢你将我们从罪当中救拔出来，谢谢你用你宝血涂抹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，让我们能够站在这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，主是你荣耀充满的地方，邀请你继续的
环绕我们，在我们的心当中动工，对我们说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邀请您安静的坐下。大能荣耀光中，
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便是夫妇啊，我全心来敬拜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便是夫妇啊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双手敬拜你主，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众天使匍匐，深深敬拜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神羔羊。
来颂扬，在宝座上的羔羊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神羔羊，来颂扬，在宝座上，唯有他，唯有他是荣耀尊贵配得赞美，在宝座上的真神羔羊来祭拜他，高声起来颂扬，在宝用开声来赞美，我们就赞美这位被杀的羔羊，唯独他配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耶稣，你配得一切的尊荣，你配得一切的荣耀，你配得一切颂赞。哦，我们仰望你的尊贵的主，尊贵的羔羊。哦，耶稣，我们的心要敬拜你，因为你的开头在你面前就是不服敬拜。哇，你在我们当中，你的尊贵尊荣，谢为荣耀。我们感谢你，也是我们救恩的泉源，我们单单的就是仰望你，我们单单的就是尊荣你，把你配得的名归给你，主啊，你是我们今天
所有我们敬拜的焦点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一切的尊荣、爱戴、权柄都归给你。谢谢你，主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谢谢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，而且你应许你要赏赐一切用信心来寻求你面的人。谢谢主，赞美你，愿你自己的恩膏这个时候触摸在我们每一颗心。当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，圣灵恳求，这时候你就运行在我们当中，释放你自己的话语，释放你自己的工作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的心渴慕你。谢谢主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特别我们在会前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为今天的聚会祷告，我们感觉有一些弟兄姐妹，可能你正是这个在你的信仰的旅程里面，话语有时候读神的话感觉到好像跟你的生活没有带来太大的冲撞，有时候你读了不一定能够消化得了，也或许没有办法能够带出刚强的力量。神今天要格外的要向你的心说话，使你能够听见明白，而且能遵行他的话，以至于主你在摸索的路上，好像两边的山壁当中，你仍然可以有指望往前走，虽然看起来蜿蜒崎岖，但是主让你能够看见，靠着他的话语可以走出来，可以走出来，可以经历到他的信实的应许没有改变。另外我们在身体的祷告里面，特别若是你是贫血，会带来一些晕眩，或是消化系统的肠胃的问题，所以也特别来医治这一方面的困难。若是你在刚才所讲的这几类里面，你觉得正是你的需要，你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，这时候就来为你祷告。好，这时候你就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，若是你说这正是今天特别会前祷告的领受，说主啊，我要凭着信心领受医治，我要凭着信心领受你要用你的话来刚强我前面的道路。好，我们就有一段祷告的时间。好，祷告的时间。哈利路亚，主是的，主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是的，主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是的，主赞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爸爸爸爸爸爸，乌拉拉巴里，沙拉巴巴巴巴，巴巴巴巴巴巴巴里，沙拉巴巴巴巴巴，沙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沙巴巴巴巴巴巴巴。哦，来滴滴滴滴滴，沙拉巴巴巴巴巴巴，哦，拉拉巴巴巴巴巴巴，滴滴沙拉巴巴巴巴巴，哦，拉拉巴巴巴巴巴巴，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，沙拉巴巴巴巴巴巴，哦，来滴滴沙拉巴巴巴巴巴巴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大锤，有你打在我，若是有刚硬的心，你让我们的心降服在你的话语跟权柄的里面，你也给我们一个信心，能够坚定你的应许永不改变，能够继续能够在信心里面，在你的引导里面，我们愿意往前走。我们感谢你，相信你今天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，来使我们我们经历到你自己的爱的力量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主，你恩待我们一个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愿那我们同心的敬拜
这样子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弟兄姐妹，彼此你跟对方跟他讲，很开心跟你一起来敬拜神。